我无做唔对代志，是安怎要回事的？朱晴天，你敢讲你无做唔对代志，好歹你搁讲一摆。我讲我无做唔对代志，是安怎要回事的？你爱讲我一百遍，我拢敢。朱晴天，你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就带摄影师来对我露影，你敢知影这对我是偌大的侮辱啊？你敢唔认错？ 你敢唔是爱我为只条落去，你才欢喜哦？哎呦，唔通安尼想袂开啦，为着这种人失去性命，袂好。朱晴天啊，你是媒体人，你应该知影创歪报道是会害死人的，你竟然搁安尼硬拗。跳毛子，我若是无见唔到，你人并无伫咧现场哦。啊，你即马是用什么身份来遮抗议？是有隐隐未来的阿进，还是？ 前男，朱晴天，你莫七月半暗才死我，明明家己惹出这么大的代志，即马搁杀人喊救人。台长啊，你决定恁电视台真正要继续留这款人伫咧遮乱。晴天，有人敢会过去啦？若是你真正有人开除啊，就无法度伸张正义啊。 台长，你看朱晴天就是靠这方婷姐安尼家己消停，伊才敢这么嚣摆。敢讲你要继续助长歪风，廖萌子，你唔通直接黑白塞人哦。学姐，免甲这种人生气啦，到肥火车，火车嘛袂外头看到一眼啊，对不？你讲啥是讲？放手，朱晴天。 撞着代志，搁较起脚动手，无即马是无天理啊，是无？先起脚动手的人是啥啊？才有足侪人用目睭咧看。啊，若是讲天理哦，绝对有啊！而且会予宋景天的人得到报应。是安怎朱晴天的眼神会予我起鸡母皮？ 你这无良的记者，差一点仔毁掉我的名声，你搁敢这么猖獗哦？你莫叫是讲哦，有媒体权就得合法杀人啊！我直接跟你讲啦，伫咧权力的金字塔顶端，唔是媒体，是财团。就是讲啊，我这查某孙啊，是母甲较慢噶，性命命的千金呢，你安尼拍歹伊的名声，我这做阿姊的绝对替土公道。 这个毛子是做过高明婆的，连妾时阵拢爱食我豆腐。阿静嘞，静你头啦！莫生气，莫生气，阿静拢知影，阿静一定替你处理哈。台长，你今日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啦。你若是要处理朱晴天，好啊，我就把吴三哥、万海集团，讲给侬抽掉啦。不对，哪呢？ 还佫有我光亮集团，甲我介绍的客户，所有的公控，我拢赶快甲你抽掉，我看你电视台敢会卡咩？千万唔通啦！朱晴天啊，为着儿子媒体歪风，我即要宣布，将你开除，请你离开啊！台长，对啦，台长，像即款媒体界的鸟鼠仔屎，就是爱处理甲清清气气。 安尼才袂连累恁电视台做伙落座，迄袂好啦。踏着铁板啊吼，你就是讲胜利女神这边，赶快徛伫咧这边哦，莫乒乓啊，无大刚要过年哦。干嘛呢？你要信无？即卖胜利女神就徛伫我边啊。 你是讲方婷姐哦，哎呀，伊是主管的，伊督导不周，真有可能会互你拖落水，你阁毋忙伊会救你，莫笑破人的嘴啊！哈，既然朱晴天已经互人开除啊，咱就心来。大哥，这边你真正是深明大义，替你按赞咯。对啦，像这款敢若会用黑白乱配的狗，咱毋通耽误伊的身躯，浪费伤济时间。朱晴天。 你即马知影甲我斗，有啥物效果啊？吼！
嘛没笑收了，会当再来媒体圈呢，我绝对会甲你封杀。你敢确定讲这神奇针真正无问题？那是当然的，蒙子应该甲你介绍过啊。阮这支神奇针哦，伫国外是非常的拍手，非常多的名人拢烧钱要拍。那是因为国内法规哦，也未通过，若无这支针，绝对无问题。那有这鸦片啊？这嘛是拢未放下到金条，金条，够服呀！你若是继续塞路麻痹，我就叫警卫把你带走。到时阵你是安怎死的都不知影。杜光亮，你这个皮片消停，竟然敢说给我？你是想要用这鸦片搞威吓是毋？拜托的大小姐，你鸦片内底嘛吸着我，我是要怎提示给你啊？鸦片就停伫个遮，安尼就表示讲朱晴天干那落着一部分，好加载。你真正有够卑鄙，竟然用这种垃圾布塞给因，跟阮客呗？啊，这不是恁常常用的奥布吗？挖一个空让人跳，啊，只不过即马是恁一个牵一个跳入去我挖的大空尔。就算我的查某孙仔跟阮客呗做甚物违法的代志，你嘛袂当安尼乌白来啊！好，你爱偌钱钱，你一句话啦，廖蒙子，你是咧搞甚物违法代志啊？你莫即马伫我甩锅哦！哦，你莫生气，阿姊会替你处理啦，哈！什么阿姊嘛？我恁你是讲话哦！你哪会当拍我？我是咧替你找代志呢。廖孟子，啊人那是白吧，哪有一个限度？啊，亲像你安尼啊，过桥拆桥崩，何怪你互我拍？好啦。啊，我就坦白甲恁讲啦，其实伫你入去房间之前哦，我就已经叫人伫内底装监控啊。入去之前，你就把监控控好啊。所以从头到尾，全都录。朱天杰这摆入门口口，赶紧别入去，安尼才袂跳脏掉。你哪会伫个隔壁？我穿到安尼啊！即马无时间解释啊，紧入去啦！若无出去，你冲了人，你就害啊啦！紧入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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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安怎啦？我你等，你袂用入去。安怎？因为咱两个，啊，伫个眠床底搬去。啊！我甲你。你当作我去哦，紧去你眠床底嘛。说落来足精彩哦，大家爱真少看。好啊，卖搁放啊，记唔着，记唔着，卖搁放啊。你真正有够阴险的，竟然用这种奥方。若无做违法的代志，谁算会惊互人抓到脏头？那是恁家己做得来的啊。这卖鸦片在我的手头。我看恁是安怎找我麻烦？恁上好是把恁拄则看到的拢放袂记，啊若无，啊若无安怎？恁俩成功，我只有这随身碟哦。我早就卡皮甲把位去啊啦，啊就算互恁毁掉，云端也是有备份的哦。朱晴天，你是什么变鬼？我家有监视器哦。安怎？你搁想要加一条？伤害暴力的罪名了。拢是你啦！叫我去做啥物，我根本就无需要神奇针。即摆好啊，去予朱晴天抓着脏头啊！若是予凯文看到影片，我就真甲免算啊啦！哎呦，你即摆是咧拍啥？啊，细个人也毋是你一个啊！这个影片若是传出去，莫讲阮客伯爱食官司，连我嘛会受到牵连的。
到时阵连恁母家的大门我拢无法度入去，是谁的损失较大？你讲啊！谁跟你这样讲啦？讲什么绝对妥当的？我看吼，光亮医美吼，归去改做亮光医美啦。就凭恁两个亮光的爸仔囝吼，都是要跟阮母家结亲情。我若是无法度嫁入去母家，你妈妈煞是阮哥啦！你竟然敢杀我！你真正是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没有，你往走吧。吴小姐，你嘛拄啊好就好啊嘛。咱拢是坐江钓船的，即马船无注意变过啊，咱应该是爱合作做伙找活路，唔是像恁安尼互相夹来夹去，你夹到最后，干焦大家做伙死尔。李主任小姐，阮接到接机信函，讲你利用这部机兵，挪用黑旗集团的资金，汇入你开曼群岛私人的账户，所以阮将要查考你的个人电脑甲相关的资料，阿妈请你即马对阮登个书来接受调查。无，我绝对袂同伊讲些钱，这点我虾米误会？林小姐，请你配合，把人带走。麻烦你了，子健，你别烦恼，我会请你书。想办法替你执行完毛。林子健，我认为我对你袂歹呢，我甲你牵线，甲你提拔，互你做黑旗的总经理，你竟然是安尼回报我？你伫我的所在，挖我的壁甲。你真正认为讲你有法度神不知鬼不觉，就偷偷把这5000万的资金刷走？若无你像即马假死啊，我看我以后绝对予你害到足凄惨的。不是我做的代志，莫想要叫我打，我一定想办法洗清我家己冤枉。查查。罗执行长辛苦呢，你应该是拄到无人机的水管的公司哦。啊，这么多，甲你无缘的情侣朋友见了面，嘛好啦。啊，那无啊，明早搁见面，应该就伫个龙华来啊。当属对。另外，廖正光我们知影，就是你伫后边比别快。你原本单纯针对我的话，想做临时改变主意。今晚要针对子谦，敢讲你们这样是无辜的。唉，吴家峰，是上帝不要变鬼变怪，你要了解好清楚，我才是受害者。你要想要替你无恨的情女朋友跑不平无要紧，啊，不过你要申诉的对象我找着了。你找我讲遐济，我敢有才条判林子谦无罪？你放心。我一定调查到清清楚楚，我只欠钱金表。嗯。直接把你的要害电话调，唔然假是你这查某。我把董俊淹没起，互伊知影，无需要为着一个无客来查某行骗去，拍歹家己的名声。我若无，我那平淡不知错。